4月16日，李柱铭参加2019年8月18日维园流水式集会，与另外8名民主派人士一同被控一项组织未经批准集结及一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案件在4月16日听取求情。李柱铭生于1938年，他的父亲李彦和是中华民国的将领，在中共建政后，西家迁往香港。李彦和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但是对中共政权更反感。曾经告诫李柱铭永远不要相信共产党。在80年代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时，李柱铭一度想离开香港，但是最终决定留下来为香港做些事情，开始从政。在1985年担任香港立法局法律界议员。80年代香港的民主运动中，李柱铭与教协创办人司徒华一起担任领导角色。李柱铭由1994年民主党创立后，担任首任主席，直至2002年主权移交后，他在1998年至2008年担任立法会议员。除了是香港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他也是香港资历最深的资深大律师。他在1979年获任命为御用大律师，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改称资深大律师，并在1980年至1983年任香港大律师公会主席。李柱铭也亲身见证了1980年代香港前途谈判。在香港政治学者马钰的《香港80年代民主运动口述历史》中，李柱铭回忆1981年，他以大律师公会主席的身份，率领香港法律界人士去北京洽谈仲裁问题。在北京，他与中共官员会面时，首次得知中共有意收回香港，他当即直言不讳道：“又要香港保持安定繁荣，又要中央重新行使主权，我觉得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不过，在中英谈判期间，中共官员对李柱铭多番笼络，虚心听取他的意见。中英联合声明写明香港特区的终审法院设在香港，以及聘请海外非常任法官等，就是来自李柱铭的建议。李柱铭在80年代被视为亲中人士，然而在1989年后，香港民主人士的民主回归梦想破灭，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以后，李柱铭与多名香港委员一起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他还呼吁国际制裁中共。在2019年，李柱铭也与黎智英等人访问美国，会见美国副总统彭斯、国务卿蓬佩奥等高官，呼吁他们反对送中条例。中共官媒将李柱铭与黎智英、何俊仁以及陈方安生称为祸港四人帮，还称李柱铭是港独之父。在2020年4月1日，李柱铭因为8·18集会被捕。作为香港联资最长的资深大律师，李柱铭多年出入法庭，却首次坐在被告席上。获准保释后，他在警署外说自己舒服散，这么多年，这么多个月来，我见到这么好的青年被捉被告，而我没有被告，我心里过意不去，所以我做了被告人，我对我的所作所为一点都不后悔，我感觉到骄傲，终于有机会与一般优秀的香港年轻人继续行我们这条民主路。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以后，李柱铭更直言对年轻一代内心有愧，因为自己这一代人为年轻人留下了恶劣的环境，他愿意留在香港与年轻人一起面对风险。